很深的哦，说很深哦。这一段哦，去上新康这一段比较垂直啊。哦，对啊。这一段比较惊险了。起早摸黑出发，新康横断纵走行程，在湛蓝的高山湖泊、心旷神怡的青青大草原后面，等候着大家的连绵山峰上。一座座直上陡落的山头，完全是连锁素食店的知名标志。在好几个颇具威吓的大小起落最后，才是那座我们遥望多日、忽远忽近的东台一坝。山径直上靠的是体力、意志力，山崖陡下除了专注，还需要一些技巧。像三星堆一样的神秘堆叠，竟然是年轻向导都不曾见过的传统技法，只有资深的族人才能解惑。刚走过空难现场的纠结还来不及打开，每个人微微颤颤走过垂直陡降的惊险瞬间。幸好这是一列加满油的重装列车，马力全开的给他催了屁。天快亮了，他在往连理山奋战啊，快五点了，可以看到整个天空已经呈现鱼肚白了。哎呦，已经全到了，哇，太阳快出来了，除了鱼肚白，天空也染成红色的，整个红光啊。在天边，哇，很漂亮啊！啊，天气好像还可以耶。哦，叶哥，哎，辛苦了，哎，辛苦辛苦。对，连理山车一路上坡哈。对对，刚才从营地上来这200这个是热身了。嗯。过来这边就平平的，差不多也是差不多200那边了。开始就一路陡上啊。哦，那天空已经慢慢在亮了啊。对啊，你看日出红红的太阳已经看到了。哦。哎。好，那就加油啊，兄弟们！好，加油！好，还是要上肩了。天慢慢亮了，听到关羽、画眉在鸣唱哦，很好听，很悦耳。哇，关羽、画眉在叫、哦。低头，服务。阿卡，阿卡，洗个澡。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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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那我们的来福路哦，连理山除了陡之外，都是大块的石头啊，乱石区啊，啊，手脚并用，啊，这样，对对对，好，天亮了，看到连理西风啊，哎，还能唱歌，不错。光影画面很热闹咯，一直在唱歌，跟向导不好上啊，背树干，背包太大会卡住。流汗了，这时候每一个人都非常有男人味啊，已经一个礼拜了，大家都非常有味道，
不错，不过大家是臭味相投，这也无所谓，都习惯了。有男人的味哦，哎，有有有。水的，对，放水，放水，哎，落水了，哎，你怎么啊？你够大，够大，没事，没事的，这个热身有点撑不过了，过头了，嗯，过头就是，有有有。这个是打蜡盖的哇！哎呀，你，小心后面的包包，小心哦，那个包包撞到。没事。哦，这有一个避难的岩洞哦。大岩洞哦，视野越来越好了。对。喂，继续上。云里山很多大石头啊。对。那不是为了下来。加油，加油。哎呀，哎呀，哎呀，奶奶，对，哥哥，哎呀，好好看，有马力很强吗？有吗？重装列车，对。哇，这个过分。石头很容易下来哦，石头对吗？会动吗？还好。我那天踩的时候，不会很松动的。对啊，对。好，小心踩。石头啊！好可爱，哼。兄弟，兄弟，哎，对，好，上来，喂，哦，峡谷岩道哦，对，用来，喂，这很多大石头，哦，这里有一个很深、很大的洞哦，这个躲在里面避难不错，而且也可以躲蛮多人的，可以吗，先生？可以啊，这可以躲吗？有，哎呦，好恐怕哦，很深哦，哦，里面好像，有吗？哎。根本啊，很空洞哇，有怪兽在里面哦，真是分冰冻人。Hello， 哎呦，起床喽！哎呀，啊，继续奋战，应该不远了。应该不到100公尺就可以上岩底山了。高，那个高度了。嗯。哎呀，再上了，还有一段。高度还有100多了。还有100多了。哎。哎。根本。又走入一片铁山森林了，都是大颗铁山，漂亮，充满着灵气，舒服，哇，好大一片，哎，妈，努力过来，
即使在高耸的铁山林下，仍感受到一股风雨欲来之势。山径旁几处幽不可测的黢黑石洞，似乎还感应得到1945年9月的狂风暴雨中，失散的荒烂族人和日警瑟缩在某一处石洞内，无助地等待长夜过去，旭日重新升上新康山头。然而，眼前一大摞叠石，还是让赶路的人急忙踩了刹车。大家休息一下，离山顶应该不远了。啊，风很大，真的那个。那以前龙龙大哥来的时候，有发现这两堆石板堆起来的石堆吗？有，以前就有了。因为这很明显看出来，就是人为去把它堆叠。这两堆石堆啊，是什么功能？这个功能就是我们类人就是放钩的时候用的，就是叠一点石头在这边埋伏设计。通常原住猎人放钩的时候，确定那个脚印是攻水路的话，就从那个林线放钩。狗会一直叫嘛，叫，水路一定会往下跑嘛，从林线上追到山腰就往下跑。啊，一个最准的，一枪拼命的，就是这边埋伏。如果说放钩上面放钩，那个狗已经叫了，哦，它就警惕了。如果说看到水路放过去，就开始4秒了，要打下去了。所以这个是猎人的一个攻势，对，埋伏在这个地方。对。那东方大哥，你刚说放狗是说有另外的猎人在上面或哪里，就是有放狗，那水路追水路这样跑。对，就是如果说公路在这个附近，一个猎人就绕路上到定点，从上面放狗，啊，他就这边埋伏，啊，狗一直叫，一定是那个水路已经跑下来了嘛。他就马上射下去。所以以前的猎人真的很厉害，都知道动物的路径啊，观察它的脚印就知道它怎么走。对。那针对公的就埋伏在这边。对。那水路跑过，可能前方，那就开枪射击。对。哇，很厉害哇！这个在这边应该很久了哦。因为他们每一年四季都会放狗嘛，对，就是弄好一点这个架子，要不然明年还会过来。就是今年累月都会来这边，像4月份、3月份都会放过嘛，每一年四季啊。在过去都是3、4月。对。刚提到公的是为什么一定要去打公的？以前原住民是靠那个赚钱的。公的是不是它因为有鹿茸？对，所以3、4月是刚长的时候，刚好出来就放狗再打那个鹿茸埋出去。所以这是猎人的埋伏点哦，那它就是堆叠起来，可是感觉是两个石堆，那前面。都放这石板在前面。没有，同的原本是这个石板，两个石板是对着上面，他猎人埋伏在这边，往前面看，那边射那个动物。石板不是立起来的，应该是它横它铺上去的。对。那枪是朝这边，朝这个切口。就看有什么水鹿啦、山猪跑过去，就马上射，可以射击这样子。那它这边有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就是让它有一点通风。你整天在这边埋伏，如果那个水鹿没有下来的话，空气不好，热的。所以以前猎人很聪明的啊。像在这个山区活动的族群，原住民是哪一族？大概是布农族。布农族，因为这边都是南安，都是。也是我们布农族的类人，所以东大大哥真的是老经验哦，对过去的公司啊打猎的一些方法都很清楚，所以可能很多人新康山上下，看到这石堆可能也会有一些疑问啊，这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原来是猎人埋伏用的公司。特有亚种的台湾水鹿，雄鹿会长角，雌鹿则没有这个形态特征。小鹿通常到第二年才会长出短短的角，第三年后逐年增长。每年1到2月是鹿角新旧交替的自然再生期，新长出来的角称为鹿茸，80天之内长成正常长度，之后摩擦脱落再长新角。
哇，连理山就在眼前了。打得开，打得开，打得开！哎呀！打得开！加油！加油！到了，到达连理山了啊！啊，大家辛苦了，辛苦了！啊，终于突破今天第一个难关了。对，爬了差不多400公尺啊，大家背的非常的重，什么东西？主要是有水啊。啊，连理山论高度难度，不输一般百岳啊。够好，撞到头！呀，终于到连理山了。对，所以我们待会就是要下坡了嘛。对。往左边下去，过去新坑，对啊，连理山，哎，那个下到那个安布营地也差不多要2个小时哈，差不多差不多，因为需要拍摄，对，也是有一段距离哦。今天的第一大步已经走了，好了，恭喜大家了，好，至少重装追难完，我们下到营地就可以轻装，对对对，去新坑山了，yes， 好，那我们就继续往前推了，好，耶，加油 ，OK， Oh my God， 爸爸大的魔法。高速越过了 M 型山头顶端，直落而下，再爬上的前方还有另一个高峰等着。连理山登顶感言发表的零零落落，每个人匆匆应景两句，马上转身重新启动火力。巍然的新康山顶始终跟大伙儿神秘微笑，视线所及还能瞥见今晚预定扎营的新鲜营地，只不过马力全开却不一定通行无阻。继续往新鲜山前进哦，刚刚是穿越铁山林啊，现在是进入冷山林。加油！加油！哦，还要走的了。加油！加油！加油！耶！耶！哦！这么高的，人间仙境哦！哎，那么冷山都长得差不多一样大小嘞。你走不稳，我很不稳，很不稳，很不稳。要注意哦，拉绳子了。对，哦，这边不好走哦，要小心了。哦，后面得要小心哦。哦，要小心，要拉绳子，我得拉住这样。这铁山的树根还很牢靠，抓好，因为这边是峭壁哈。
可以，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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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扛着不符合人体工学的摄影机，山路上难免磕磕碰碰，向导总是格外留神照顾身负重任的摄影师。外景团队中并不是每个人都像麦哥一样原本就是登山专家，负重登高又要拍摄相当吃力。现今高科技高画质的较轻便摄影机虽然方便及时操控，但一些需要多角度运转的镜头还是不能省力的，需要扛负又硬又重的设备。热爱山林又要美景尽收，还是要背的呀。OK， 我们已经下第一阶段了，那这边还有一个比较陡的，后面的小心一点啦、啊，可以下来了，小心哦。我们要注意安全哦，那个小心哦，一个一个下。那有点怕。嗯。谁啊？小闹的。对。好。就抓那个树根哦。对对对。好。小闹的。对。哎。注意拿断来哦。慢慢就好了，不要急，不要急，可以等我把骨放住，慢慢下，我慢慢下。这要有点敏感了，对。哎，哇，哦，下一位，后面的小心哦，哇哦，哇哦，哈哈，太累了，没事啊，呀，抓绳子，抓绳子。哎，有没有在下面？有啊，这个把对象拿掉。有，把对象捆绑了，没关系啊，没关系啊，没关系啊。你先下来，把它拿再用丢的。好，感谢。哎，别拉我。结束。站好。四。OK， 盖盖，不动。像搬家的绳子哦。塞车了，加油！慢努努，慢努努，那么缓缓。高高 OK 吗？先把裤子加好。石头。您是第二段比较陡峭的地方，还有一些树根可以抓。这个是大铁山的独木桥，对，很棒哦。OK 的了，对，你好，打了个，打了个，呜呼，有吗？不干，有，打了个，打了个，
去撑着。热死。这样，我这里很倒霉的。不是，到了这个陡坡过去的时候，它有一个平平的就出草原了。哦，都要上这种。对，就会平平的就出草原，出草原就是到那个新鲜山全营地。OK。啊，就全营地再过去不用十分钟，就是三叉的那个新鲜山的营地了。对。我们也要快到了。好，最后一关考验了啊。对。就到了营地了。嗯。就是陡坡。对。好了，加油！加油！哎，到喽！好嘞，好嘞，好嘞！哇，有绿色的草毯哦，很棒哦！加油，到了，到营地了啊！哎哎，啊，今天时间控制的还好。我们早上大概四点多出发，现在九点多，大概走了四个小时啊。对，所以我们已经到达新鲜山前营地，在过去还有一个新鲜山营地，但这营地腹地比较大。所以我们今天就在这里扎营嘛，哦，从这边出发比较好。上面的营地是比较小的，比较小。OK， 那因为我们有带水上来，所以没有问题啊。嗯，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哦，那我们待会是不是要先把外帐拉起来？要。先拉外帐，先拉起来，装备放里面啊，整理要去那个新康的装备就好了。OK， 好。那我们待会就重装卸下来了啊、哦。对，然后就整装重新。那就出发前往新康山了。好，谢总装啊！哇，很难得，中午前到达营地的。哎呀妈！昨天提早扎营啊，也就是说今天就是提早出发。那今天时间还控制的还不错。那现在看一下这个新鲜山前这个营地哦，它就是一个山凹，还蛮避风的。那尤其在棱线上都是冷山呐、啊，就有天然的冷山挡风墙。因为从昨天扎营开始，那风速就非常的大，晚上都会被风呼啸而过的声音吵起来哦。那联络留守的台北，昨天晚上已经下起雨了。那今天算是今年第六道梅雨封面已经来到台湾了。那目前在这边还没有及时的影响，但是可以感受到这个天气不好，远方那云雾蛮重，希望老天再帮忙一下。我们剩最后这半天哦，要登新康山了、哦。但是可以想象再上去，风应该是蛮大的。那其实这次老天真的蛮帮忙的。我们前几天烈日灼身，炙阳非常的大，可是相对就是非常消耗水，大家喝很多水。那今天缺水的心情是阴天，大家流汗会少一点，所以消耗的水会少一点。凡事都是一体两面。待会所有装备卸下来，重新整装啊，就要上新康山。松科铁杉属的台湾铁杉是台湾特有种植物，主要分布在海拔2000到3000公尺的云雾带之上，经常会形成大片的纯林。铁杉像云朵一样或伞状开展的枝桠，树形奇美，傲然独立，是台湾产针叶树种中最坚硬的材质。早年制作成小学课桌椅，又有森林中的铁汉之称。
正式出发了。到了，火车了，装备都整理好，从新鲜山前一村次出发，一出发又进入一遍。好，好，加油！很快就到新鲜山了。哦另外一个部落了啊，就是新鲜山上部落。我们今天是住新鲜山的下部落，哦，所以这边也是一个营地哦，将近3000公尺了了哦。对，哇，不过这边也是一个岔路口啊。对对对，这个岔路就是要下到八段关古道。哦，所以是我们回家的路啊。没错，啊，还有最后一座的新康山在我的头脑的后面这条。所以今天首要的目标就是把新康山完成啊。不过我们要上新康山之前，也是要跟一位伙伴送别一下啦，道别一下啦。哎，来志平，哇，你要先离开我们啦。对啊，海新海在这边呢，有点不想下去。啊，真的啊，那走啊，再一起上。哦，有后面有行程安排吗？嗯，就是给你们到这里啦。啊，这段期间也谢谢他们一起互相帮忙这样子。好，我一个人走还是真的要注意安全。OK， 虽然是很厉害的，但是下古道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如果有看到台湾黑熊的时候，帮我们拍摄一下。OK， 好。一个人搞不好很容易遇到。我会给他访问啊。那就跟大家道别一下喽。拜拜，拜拜，拜拜。好，那就先下车。好，好了，拜拜。平安啊，平安。拜拜，平安顺利，真的小心了。今天住哪里？今天准备去报癌。报癌哈，报癌有三屋了，因为安全，没问题。没有。OK。好啦，好，拜拜，拜拜，平安。好。OK， 这边下山了，再来是我们的重头戏了。要上新康山了，但是新康山也蛮陡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安全，给自己加油打气一下，还是请东山大哥帮我们加油打气一下。好，出发，立正，过，干，加油！新康山，我们来喽！耶！好，出发！这边哦，那时候我们教官的味道哦。还临时还摆，没有讲说要往这来。这是个怀疑啊！所以就是新鲜山，从营地上来1分钟就到了。好，加油！加油！开始要下，加油！加油啊！要下车了，那么死了。新鲜山虽然拥有这趟行程唯一的二等三角点，但少有展望，又缺乏让人印象深刻的山容。拍摄取景都是向导口中的峻难，只有志平终于脱离峻难之列，上上下下不知道越过几个山头，布农古调出现频繁，峻难根本没底线。听到大家一路峻难相随，轻松搞笑，相互提醒，其实也暗示着接下来的脚下轮胎皮可能磨得更费劲。好，越过新鲜山以后，就是要下到最低安部才开始要陡上新康山了，所以还有一段路程哦，考验在后头啊。小队，马三梅，
谁进了小明？不干了。来，没来啊？没有，打枪。你有说没有来救助你吗？还没有，还没有。哎，他应该有走过来是。对对对，这个，蛮狭隘，还拉呢，就是卡在里面。这边还有一个垂直的落差，你小心哦，小心哦。这一个落差比较深。来，这都没一个哎，蛮露露哎。哎呀，哎呀，小心哦。哎呀，小心啊，很好抖哦。好。哎，又有松针了，会滑。这段还蛮陡的哦，还有一些松针铺在上面会滑，要小心踩。哎加一个兽人哦，看起来像石头铺的桥一样哦。哎，对，这遥看布拉克山山哦，对，都不会离开我们的视线了。这也，那么远，那么冷，我好像在这里问啊，怎么，哎，谁哦？有没有看到我们兄弟啊？跳挺好的，还看到什么？跳挺好的，跳挺好的。现在啊，在一线东西吗？哎，这场你是忘记了。对，今天的风很大，到山底风应该会很强哦。对，对对对，而且它旁边都没有什么山，就独立一个山，独立一个山峰哦。相对的那个风一定会很大。哦，这都是石头的兽人啊，这走的时候还是要小心走。好，快到重头戏了哦！他快到晚上了，是拉绳子下去的。哦，那个是重头戏，我就说。松科冷杉属的台湾冷杉是台湾特有种植物，也是学界发现目前全球分布最南端的冷杉之一。台湾冷杉主要分布在海拔2400公尺到3800公尺的高地，能耐低温湿冷的环境，树高可以长到35公尺。雪山的冷杉黑森林是台湾气势最优美的冷杉纯林。深嘞哦，很深哦。这一段哦，去上新康这一段比较垂直啊。哦，对啊。这一段比较惊险了。哦，很深的一面的岩壁啊，也是几乎是垂直的。对对。所以待会下去的时候，真的要全神贯注，要小心，尤其摄影机啊、脚架比较不好拿。哦，要大家帮忙一下哦。对。OK OK OK。好，真的全神贯注哦。对。好。哦，很深的。我这大概有二十
几米？有了，差不多接近了。OK， 好，小心了。没有，好，走。走。好，这有绳子啊，不过绳子有些老旧啊。对，还可以。过去了。好拿吗？还是要拿？我没有。那边就是整个垂直面了、啊。认真一点，一定要小心了哈。老婆还那么年轻，小闹注意安全哦，大娜还在等你哦。那没有就关了，别等了。好、哦，对，苏米打断了就走了。过来打这家亲戚你啊！为了打哪？抓绳子，抓绳子。对，慢慢来，还是要慢慢动作吧。那不要急，不要急。哇，能上去吗？等下，东山大哥说直接跳了叫了，都走过死亡临近了，还要怕什么？有，跳就对了，跳就对了。来，下一位，进来。小心了啊！好，是小闹的。对，有呢，这个有呢。哦，根本啊，根本啊。你还是爬上来啊！伸一组。对要偏你的右边，小心啊！好，有呢，出来！步步惊险的苏密达断崖是大坝尖山到雪山圣棱线上最折人心魄的一段山路，海拔3000公尺，接近90度的垂降碎石陡坡，即使是经验丰富的登山者都不敢大意，出发前需有攀岩经历并做好绳索确保，体力和心理上也要有面对高强度挑战的准备。Are you ready? 拿出忠义彪悍、勇猛顽强的精神。超过3000公尺的高山，有时远看就像西京王美，近身接触才发现还藏有网黑、危险、残酷的一面。爱山人记得做足准备，才能确保自己的安全。这几年，许多山友会选择一机走天下的轻便摄影机，留下属于自己的记录。观众看到 MIT 台湾志还是扛着大机器上山，相当不舍。但小而美固然轻便，细节处却仍然差很大。为了用影像和声音替台湾的山林说故事，重装列车还是会继续扛着大机器、大脚架，
小心翼翼加足油门往美丽的山林吹了去。